此时此刻，弥陀正在说法。因彼佛说法无间语，这一句话重要。阿弥陀佛说法没有间断。极乐世界没有今天、明天、后天，没有。他那地方没有日历，没有什么年月日时，没有。啊，就是现在，永远是现在。阿弥陀佛说法没有停止，没有休息。啊，他也没说放个假，没有。可是他得大自在。啊，为什么？我们能想到，在讲堂大家看到阿弥陀佛说法，每个人听到都是对自己个别单传，你想学什么就传你什么，啊，都是一个个的单传，都是弥陀第一弟子，没有第二，啊，弥陀即亲自传授给你的，要知道。要知恩报恩，报恩就赶快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。